他以为他不会走，他以为他会挽留，结果一直没开口，抵住全会的请求。故事的结果，两人提早离座，我们不是只你和我，总阴差阳错，无人能寄托，到中途却说只是路过，双方都没耐心，也懒得表明是暂停是继续，默契选择回避，直到超过了限期，毁了约定，才发现说结束语都来不及。他以为他不会走，他以为他会挽留，结果一直没开口，抵住全会的请求。他以为他要自由，他以为他想放手，于是整理好衣袖，一边点头一边退后。双方都没耐心，也懒得表明是暂停是继续，默契选择回避，直到超过了限期，毁了约定，才发现说结束语都来不及。他以为他不会走，他以为他会挽留，结果一直没开口，抵住全会的请求。他以为他要自由，他以为他想放手，于是整理好衣袖，一边点头一边退后。他以为他不会走，他以为他会挽留，结果一直没开口，提出全会的请求。他以为他要自由，他以为他想放手，于是整理好衣袖，一边点头一边退后。